咱们今天就玩一个特别简单的，叫听歌。又听歌？又听歌？听歌猜剧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放吧。啥呀？就出来了。那个，坐下才能打。那个。咣咣，那个叫什么？水浒传。不对，三国演义。三国演义嘛。来坐坐。怎么惩罚的？吃芥末。多少？随便。随便，这个就。你来定。喂，我不好，我不。小婉来定。小婉他输了。哎，输了。你知道了。我们俩什么关系你是知道的，就是因为咱俩的关系我才跟你说的。哎喂，太猛了，这样行吧？哎呀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我弄错了，是蘸一下这个吃对吧？不是，我没有答对，我是光就生吃。对不起，宋子，我给你再吸回来吧。要不让他蘸一个，然后稍微蘸一点吃吧。这个真的很猛，张小婉，对不起，我不是，我以为是让他蘸一个这个吃。弄错了，不是这个下去，我觉得今天啊我就聊斋了。没有，我觉得小婉，我帮你一下，这样，也看运气，你挤两管，然后他可以选左边或者右边。哎，这样也行，好吧？哎，是吧？可以，希望可以拼一下。可以。好。可以。在这儿再挤一点，好吧？好吧，这样你看，这样是这样，左边是一丢丢，然后右边是一大坨，然后我这样转。好，选吧，搜母鸡，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。啊，那可以。你看，还不错。你这就别拿顺了吧，这一点点你占啥呀？不是，我整不了这个上头，我整这个。还行，行吧，还可以吧。这是最辣的那种，这是最辣的那种，还可以。他吃的是那个小丢丢的那个。上头没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宋哥，哭出来了。